欢迎收看本期的明媚的日子。今天的主题呢是解压。比赛过半，大家或多或少都有些压力，对不对？本期就是给大家安排一些解压的环节。我们今天采访了很多明媚，大家也说了很多自己的压力，我们来看一下其中一位明媚她的压力好不好。请看 Visa。 就其实比赛的时候，这声音好像范博业，要尝试突破很多不一样的自己。不是我吧？但是呢，我又很担心每一次是不是能把它做好，也很害怕自己做不好，所以其实挺焦虑的，然后压力也挺大的，就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办。好，谢谢。你们看完以后有没有感觉到有同样的压力啊？肯定不太一样吧，但是压力是肯定会有的。就是突破自己这个压力还好，但是突破的过程就有点有压力了。还有早餐看起来不好吃。是，哎，太。当然了，你们想要得到更多的时候，必然要承受更多的，这肯定的。对，所以我们也请到了这位明媚到场。啊，是啊，是谁啊？我觉得是某个导演演的。这一看就是李梦琪。真的是李梦琪吗？因为她平时的时候就会因为压力而变得很压抑，然后就会有的时候会跟我聊天呢，这种。总不可能是大牛吧？那背影那么瘦。帽子，李梦琪，李梦琪，好像不是啊，不是吗？哇哇！有请我们的孟美岐师姐。欢迎我们的孟美岐师姐喽。所以刚刚视频里面的你是在讲述去年比赛的压力吗？对，是。其实我跟他们有同样的压力，就是比赛比到这个阶段了之后呢，观众们和包括新推官们其实对选手的期待值是很高的。有，我也有过。是吗？对，因为在比赛里面我也是刚出来最大的感触就是你必须在短时间内不停地给人一个新的面貌，新的自己。现在感觉就是有一种精神上的压力。有的时候每个人出来的编曲的时间不一样，可能有的时候编曲有一些问题的话，等到你可能到现场之后还会临时做调整，你需要不断地去适应每一次会产生的变数的一些东西，所以压力也都挺大的。王木楠呢？最大的压力就是写词，写不出来，昨天晚上写到五点，写了四句话。新推官这个角色是我第一次担任这样的角色，我是很想帮助这些明媚们去跟他们分享一些，但是有的时候害怕没有帮到他们。所以这一期呢，就是来陪大家解解压的，一起来感受一下我们的解压神器好不好？为了大家有一点游戏的体验，我们提前准备了解压小神器，先让大家体验一下，就是小样。来选一个，选一个。I want this。把玩一下。这个。哎，我觉得这个可以，我觉得这个可以。对对对对对对对。掏吧。好。那来换一下吧。来，最讨厌吃的给你。我最讨厌吃番茄了。然后番茄好难吃。我好有西红柿，我多少。作为一个广东人，很喜欢吃番茄的。哦，他把他的鸡头给掰了。这样就挺解压的。来挑一个礼物吧，就是你挑的呢都属于你的了。有想出来抽的吗？我哦，西亚。嗯，都可以，这些是吧？对，都可以啊。我要这个大的。那你请过来这边，有点瘆得慌。我给你包起来。哇，有点刻意。三二一，我要开了。开出蝙蝠让你看，哦，这个呢很常见，很实用，会有这种感觉的。
就那种玻璃瓶打开那种的感觉。做家务肯定除了收拾衣柜以外，收拾厕所啊，马桶戳啊，对，就是这个马桶抽，对，是这个。这个它的作用是什么？来，让你感受一下。三二一，走啊！来，哎，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想试的都可以感受一下。啊！叶雨涵，破坏神器啊！叶雨涵破坏神器啊！哎，竖着真的很难吧？我这个好解压，这个要给星星。哦，太累了，这个为什么我一个人搬？好累啊！还剩最后两个，有谁来挑战？这不可能拔得起来，是真的。为什么能拔得起来？感觉时间静止了。这两个到底有没有人能拔动啊？就连斜着拔都拔不开了吗？这个。刚刚看你很享受啊，整个过程。这个真的挺解压的，因为它怎么都拔都拔不出来。你看我这汗都出来了。拔出来应该挺爽的，但是我没有问题。我拔掉了一个。三二一，明星。恭喜我们的这个马桶抽获得五星，还有获得送舞台。耶，你在那边有送舞台。欢迎同学来挑一个礼物吧，中间那个吧。噔噔噔，大家猜一猜这是什么？应该很多人会喜欢吧，我觉得。泡沫纸。嗯。对，我自己觉得很喜欢。哦，我最喜欢这个了。哇，这是真的很有意思。哇，好棒啊这个！我最喜欢捏这个了。其实呢，这个气泡膜呢，它属于一种触感式解压。我们来给这个道具评个星吧。所以恭喜我们的气泡膜获得我们的 solo 舞台，谢谢。来吧，请挑选一个比较适合你的。我这个吧，我觉得这个里边应该就是很小的。确定吗？所以你刚才搬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很轻了。嗯，你确定？摸一下。一点都不轻啊，我跟你说。轻还是重不一定，但大是挺大的。拳击手套。拳击手套，猜得好，不是。沙袋。沙袋。猜得好，不是。哎，对。这的确蛮难猜的。什么啊这是？所以它就是一个充气球装置。感受一下先，带上它呢，你就会成为一个行走的轰炸机。这个道具代表恐惧式解压。你站好了，我给你感觉。我觉得你要找一个人来跟你一起玩。没事，来来来，上脚，上脚，请上脚。等一下，我现在整个人都不太协调。音乐还能爆了，好恐怖啊，怎么办？我突然有一种被支配的恐惧。哇，可以这么大，哇，好大，这也太大了吧。等一下，我现在看不见我在哪儿。嗯，那帽子。王木南，你不恐惧吗？叶雨涵，你得快点，你这真的。哦，我好怕它爆这么大，它一定会爆。
不解压，就是让人有压力，看的人有压力啊。它是增压。头盔在夏天真的很热。刚刚躲的最后面的那个是谁？好像是你哦。是我，我不怕，我不怕，我不怕。他一定会爆。请我们各位解压测评员给我们的解压神器评个星吧，三、二、一，一个。好，恭喜我们的解压气球获得一颗星。请我们的大牛同学挑一件，对，挑一件吧，挑一件，这个吧。这个吧，为什么选这个？它跟别的颜色不一样，别的都有两个，就它是一个。它呢很特别。那我这个也很特别啊，谁不特别了？疯。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道具是什么呢？自己先看一下，哇。哇，一定没什么东西。好，它就是我们的大号天下壶。我们这个解压神器呢叫做尖叫壶，代表嘶吼式的解压。希望我今天晚上可以把词写出来。我想要再瘦个十斤，我想去旅行。我想去爬山。我想去海边。我不喜欢这个道具，它零星淘汰。师姐来吧，好，请你挑一个。我要下面那个。好嘞，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这个是什么呢？三、二、一。这个好玩，再来猜一下这是什么？垃圾桶。这怎么玩啊？吹泡泡的吗？哦，射东西吗？那跟我的恐龙是一个意思。这个叫做空气炮，这个道具呢代表的解压类型是冲击式解压。为什么我是这手？我帮你拿。啊，好，谢谢。要站很近，哥哥快来呀，站近点儿。不行。你感受到了吗？真的风力很强。不开玩笑的，你把手放这。啊，还好。一、二、三。哇！哇！哇！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好，三、二、一。好的，好的，一颗都没中啊！好的，你要瞄准哦。我不知道怎么瞄准它，你要首先站准才行，瞄才能瞄准。大牛在对他许愿，大牛全都灭了，你可以许个愿。对，哇，哇，哇！好厉害，感觉怎么样？这个还不错，不错，有望成为我们的准六星选手，获得最高荣誉舞台。给他评个星吧，三、二、一，哇哇！没想到啊，是我们的准六星选手，一会儿可能还会再出现一个六星，然后他们俩 battle。也没啥了，那就叶雨涵。也没啥了，也没啥。就只有一个可以让你选择的，被迫选择，请拿走。你来宣布一下它是什么吧，要不？一定要帮我做一个特效，就是打开万丈光芒那种。噔噔噔噔，三、二、一。什么呀？这方便面好吧？
你们平时有捏干脆面的习惯吗？不捏，我喜欢面是完整的，然后吃也会吃完整的一坨。我会捏碎吃，它里面不是有那个调料包吗？你把它放进去，再捏，然后再捏，再摇，再晃，美味。其实这个捏干脆面的方式是叫做毁灭式解压，因为它不停的在破坏破坏破坏，然后你自己会得到一个心灵上的满足。所以有没有人想尝试一下呢？想尝试吃，想尝试吃，又可以捏又可以吃。三二一，开始。你有没有解压的感觉啊？这不可能。很遗憾，我们的这个干脆面要离开我们明媚的日子的舞台了。 Yes， 谢谢你的参与。除了这些解压道具以外，还有一个终极解压神器，而且是我们的美食师姐给大家带来的。哇哦，哇，终极哦。是吃的吗？应该是吃的吧。那我觉得一个最简单的，然后也会让大家很开心的一个解压方式呢，就是吃。哇！但是呢，吃什么呢？什么呢？什么呢？哇！哇哇哇 ！Amazing！ 你的愿望实现了。Amazing，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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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宁。你们多久没有吃过火锅了？上一次在梦里。对。谢谢我们的美琪师姐给我们带来这个福利。明媚最有料，我让你知道。耶，下期见，拜拜。你在梦里吃了吗？没有，没吃。我昨天在梦里写歌。我昨天也是在梦里写歌，太巧了。以后有这种事情记得还叫我哈。嗯。喜欢我们就来 Dirty 给我们点赞吧。